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。咱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那个三扫大唐加龙宫的比赛。关兆峰这边也换思路了啊，关兆峰这边干脆不要风系了，直接上了三大辅助，双化身再加普陀山啊，直接上了三个大辅助，再加上三扫大唐加龙宫，开了一把龙阵。那对面选择上的是一个女儿盘丝宙斯加神木的组合，对面人家是有一个双风系的啊。那肯定你没有风系就没法跟人家抢速度嘛，对面也是顺利的拿到了一二速啊，一二速两风系，关兆峰是三个辅助啊，看看对面能不能切进来。因为虽然你恢复能力很强，但是你的出手节奏会受到对战方的风系的影响。嗯，但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对面这两个风系，一个女儿一个盘丝，它都是属于那种纯女性门派啊，就纯女性门派，对于化身死的封印命中会差一些啊。当然盘丝有落花成泥，女儿有碎玉啊，这个但是他们是有 CD 的，他们不属于常规封印啊，属于经脉大招，那个是有 CD 的，不能老用啊。大唐这边31回合五层的建议前期啊，看来也是被对面压制的比较的难受了啊，这个横扫的节奏是差太多了。连破出一个冰川怒，直接亲宝宝，在关兆峰没有速度的情况下，也就这龙宫顶着，这是顶着罗汉的数据啊。关兆峰最好是能给龙宫再刷到一把灵动九天，那就更完美了啊！青石献祭，关兆峰有一个辅助普陀山的话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一部分紧箍咒的伤害吧。啊，这个效果不会太好，毕竟对面还有盘丝嘛。盘丝它能给你扔瘴气，降低你的一个恢复量，效果不会太好，但是有点效果。电脑五行，只能靠这个东西来抗风了。只要关兆峰五龙丹能坚持得住啊，因为从药品来看，关兆峰这边药品消耗也不小。五龙丹只要能坚持住，这神木法伤好高呀，问题就不大。而关兆峰这边也没有过多的空间去起罗汉，你现在但凡有点愤怒，关兆峰肯定是第一时间想的是要金青啊，肯定罗汉那都是后边的想法了，金青完了再想罗汉。化生死继续群推，紧箍咒继续烫一烫。大唐这个血量还是依旧可以很扫的，电脑五行接着打。那关兆峰这边这个普陀山也不是传统的辅助普陀山，哎，关兆峰就想杀神魔，他是点的宙斯经脉的辅助普陀山，但是他没有点那个连心剑意啊，没有点那个连心剑意。有五行置换的效果，电脑五行还蛮不错的。落花成泥再控，常规封印确实命中率一般。灵动九天刷上，而对战方的罗汉人家是不断的，因为关兆峰龙宫啊，他是一直在打面伤的。龙宫这玩意儿，你说打单秒那就没意义了啊，打单秒你不如上神木，它最大的意义就是打面伤。再次触发青石，大唐这回合也可以扫了笑里藏刀，再来把笑里藏刀，一把金青也不给啊。化生死灵元喝一口啊，这辅助多啊，罗汉又盖出来了啊，这辅助多的感觉对战方也是有点控不过来啊。1000的灯
也是带了治疗灵似的。对，应该杀人力匹吧，咱3000多血，而且鬼魂的典型的杀人力匹净净疗，给大唐谛听换一换，牵制一下。大唐这边的话已经是有了8层的剑意，3层的漫天啊，一个三扫大唐有3层的漫天，这个事儿就很离谱啊。三扫大唐有3层的漫天，可能前期确实是血量被压的比较低，咱们之前说过啊，有普陀的紧箍咒再加上盘丝的净疗，它对于血量的一个压制性是非常的强的啊。那大唐这种门派遇到这一对组合很难有一个有效的进攻力啊。当你血量不足的时候，我估计啊，这平 A 啊，平 A 也比较的多啊，直接被箍死，相思寒针给化身色，也不让你凌渊推，也不让你加战敌，是的，防一下。又活满了，李婷的牵制作用还是发挥出来了啊，骗了对面一把针，骗了对面咒师普陀的一个操作啊。那观众方大唐也可以得到一个喘息的时间，血量直接活满。而关南方刚才咱们所说的那个沙粒屁也能稍微过去屁屁了。对面神明法伤很高，切纸了，龙宫继续切龙战。这么打下来，对面现在就多封印吧，反正那句话就是尽量多的来控制关南方，把关南方的五龙丹耗干了，那后边你想干啥你就干啥，扫塔150000亿人。哎，这年头扫塔都不用龙宫啊，扫塔这年头啊流行什么女儿村啊，任飞镖，带个60-70级那种没人要的飞镖啊，带上4-5个够了，进去啊连蓝都不用，进去就是一顿小飞镖。这年头真的是扫塔都不用龙宫了。5400-3600，宝在飞。哎，但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对战方这药也没少消耗。由于对面他一直在控愤怒，大家也都看得到。所以他两个风系也不是说一直在封印，他要笑里藏刀啊，就像刚才盘丝还要扔瘴气啊，他不是说两个风系我无限封印，所以说给到关南荒一些空间还是蛮大的啊。因为神灵他也是一直在取秒的啊，对面神木也是一直在取秒，所以也会给关南荒送来源源不断的愤怒。那大唐又是一把横扫千军连破，再出一个。那关南方大唐这边已经是有一个9层的建议啊，再有2层的话要成功的要毕业了。一把卷3000-4000，清净菩提啊，清净菩提这个可以去掉你一个增益状态，也可以去掉你一个负面状态。就像关南方普陀山刚才头上是有紧箍咒啊，以及普陀众生的啊，有个血灯，有一个紧箍咒，但是一个清净菩提过来俩都没了啊，血的也没了，紧箍咒也没了，所以这个技能也是，这叫什么呢，就是好与坏的一个结合吧啊，而且这玩意儿对双方都有效果，对双方都有效果。对于对面来说呢只有坏的结果，因为对面本身也没什么负面状态，所以只能去掉对面的增益状态。对于关南方这边，
正业的同时啊，也可以去掉一些负面啊，对于关张皇还是有好处的。那毕竟关张皇起了嘛，对关张皇有坏处，关张皇也不起了。请进菩提，再把化生寺的紧箍咒又解掉一个。就是不太好控化生死，别的都还凑合。那关张皇两个化生死啊，也是都没有小四海了。可见双方啊，两个化生死他林元推的时候，都推的是一千多血。焚扫千军，琴音三叠。在压大唐对面发现啊，这个大唐现在已经有点肆无忌惮了啊，得再来压他一波。刚才那一波压大唐的话，也是被关张皇出了个地听给破解了，哈哈。那还得压，不然这玩意儿一旦有的是一层建议，给到对面的压迫感就更大了。本身对面剩下的药也没比关张皇多剩几个，因为这边这个龙宫大家发现没，就哪怕顶着对面的罗汉秒出来的数据也相当的漂亮，就最起码观赏度是到位的。起个塔，这边现在是十层的建议，马上就要毕业了啊！有青石这一把是无所谓气血的，可以顺利的扫出去，继续压神木。关张皇对对面的神木林真的情有独钟，不管能不能压得死，反正就压你，就关张皇就压，扫不死也压他。现在关张皇大唐也算是完成了前期的一个积累了，拥有了自己的十一层剑印，后续对面还需要不断的过来压，已经成型了。锦辽有来还是要继续压，你成型了肯定一直压你，对面已经压得很不错了。关张皇44回合才完成一个前期的积累，你压的已经很成功了。2500，那同样的压力啊，就给到关张皇龙宫了啊！这大唐肯定会被受到重点的照顾，4500顶住罗汉啊！大唐一定会受到重点的照顾，这也就给了龙宫一定的发挥空间啊！这大唐，哎呀，这又出禁制，这大唐相当于就给龙宫释放出来啊！你们有事儿冲着我来。爆发5000-6000，也不知道关张皇现在五龙丹剩多少了，反正整体的一个药品量都不算太高。
碾压一下三嫂大鹏，哎，就针对他。大鹏再倒地，哎呦，对面又是两个宝宝飞掉，这全靠这个龙宫了。啊，当然还那句话，就大唐的作用你也不能忽略啊，就是他对于对面的一个牵制作用啊，他是一个战士，他具有嘲讽的作用。罗汉盖起来，但是现在虽然关照方的药品是少一些啊，但对面也没多到哪里去，这个事儿就很尴尬了。紧箍咒现在这个作用很难发挥出来啊，瘴气还是要丢一丢的，瘴气还是要丢一丢。禁疗继续给大唐啊，对面还是来牵制这个大唐，但没给中，鬼眼打伤。我现在都不太清楚啊，就是孩子的鬼眼有没有抗风的效果。这点血也哭不死龙宫，458，笑里藏刀，还是要继续攻愤怒。现在关照魂压力很大了啊，感觉恢复量还是有点跟不上，嗯，继续封印吧，对面还是要给到关照魂封印方面的压力啊，继续消耗关照魂的武龙。灵动九天，再解开龙宫，又是一个乌龙丹吃进来，巨剑。怎么说呢？啊，就对面的女儿村手里还有十个药啊，就以关照方现在这个情况，就把对面女儿村劈死了，劈死了，劈死了也没地府呀。他偷个酒照样有愤怒，照样能效力关照方。关照方大可有的十一层剑意啊，到现在都没扫过44回合，到现在啊，对面眼里现在这剑，灯都没了啊，结算了个寂寞，还是扫不出去，4000，但这龙宫确实太厉害。禁疗没给上，魔镜加上关照方这一波3700，有点不太够，再回口7800，这回够扫了。51回合，关照方是不是真的可以扫一次了呀？哎呀，这不容易啊！1900开刀，这是有3把漫天的。之前咱们也经常做关照方这个团队的比赛，他的大唐也是以抗性为主。啊，也是以抗性为主，就防御加的会非常的高的，所以说在伤害方面确实是略显不足吧。但
先端啊，关良皇能扫出来，他就有反攻的节奏。对面还是已经倒地了，关良皇的药品也不多了，抓紧时间。潜力加上，宝宝再飞，1900，最后一下，4800出暴击，这瞬间这局势就，哎呦，还出连破了，瞬间这局势就有点一边倒的意思了。前期的龙宫配合自己的三个辅助啊，只能是跟对战方，哎，相当于是打一个平手吧。但是大唐一旦加入战场上，瞬间就打破了场上双方的一个平衡，对面开始频繁的倒地啊，人物的节奏也就不太好了，节奏一旦不好了，他这个紧箍咒他就不太好挂了啊，没了紧箍咒，关良皇这全体就相当于被释放了，因为你有紧箍咒啊，虽然关良皇普陀山的灯可以抵消一部分紧箍咒的伤害，但咱们回过头来想，相当于是紧箍咒也抵消掉了关良皇普陀山的恢复啊，就你抵消的是人家的伤害，人家抵消的是你的恢复，但现在你没有紧箍咒了，那相当于关良皇这点恢复是彻底做出来，普陀山的灯彻底要发挥出恢复的作用，那血量蹭蹭蹭就上来，对面也没有过多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封印，盘丝倒地啊哈。死亡，再卷2300、2100，这龙宫本来顶着罗汉都能秒出爆炸的数，现在没罗汉了，不然的话哪怕是没有龙战鱼也都非常的爆炸，彻底释放地听换一换，对面这种频繁的倒地，这罗汉也不太好接起来，愤怒点不太够了，女儿直接偷酒选择了慈航，也没有过多的精力去放别的特技，现在就得走，潜力加上攻，再一秒对战方还得倒人，大唐也开扫2700，女儿村被建设到一次倒地，前排的宝宝神一个飞了，
省一个废掉的。再飞，沈墨再倒地，范文霞扔龙宫了啊！对面也是意识到前期虽然压住了大刀，但这龙宫游戏体验可太爽，感觉其他几个人都是为这个龙宫服务的啊！大唐就是战士啊，剩下三个辅助，再剩下一个法师，这法师已经无敌了。来，大唐到后期也要体现出自己的价值。其实前期刚才说过，人家也体现出来了，就是这个牵制作用。最后一下神佑，当三扫大唐也不太惧怕宝宝神佑。哎呦喂！宝宝在飞。亚叔，下一步该扫鸟去了，替补保一下。这些虚弥也都是一刀货，那这结束了呀。对面女儿，我看一下手里还有八个药品啊，场上有龟速拉起来的话倒是还能死啊，但是没有太大的意义。灵动九天继续刷起来，先力加上，6300。金金，这次再扔一个，3500开刀，比赛结束了。